快的方法。你去帮助所有老人，就在帮助你的爸爸妈妈；你去帮助所有小孩，那就在帮助你的儿女。这个就是一种空性产生的平等的爱。所以我想，我们用这种心态去回写你的心嘛，他跟你有缘，所以当你心改变了，他也会改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现场的人